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， 欢迎收看 Michelle Garden 美国生活。你知道吗？今天我用10块钱种了一盆这么漂亮的花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这是我在逛 Home Depot 的时候买的，现在 Home Depot 里面有很多花跟花园组正在打折，我也在里面淘了一些回来。想知道里面有什么打折吗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我会在视频的最后面分享怎么把它种起来。进入九月份， Home Depot 里面有很多促销活动，1块钱、2块钱，是的，很多花都在打折，很便宜，而且非常的好看。还有这些泥土都在打折，我也买了一些。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。这种花叫白日菊，又叫白日草，外形看上去有点像大丽花，只是比较小。花期很长，有6个多月，花谢了，摘去又有新的花出来。一颗就开很多的花苞，花有很多种颜色，深红色、黄色、粉色等等。原价是1.38元，现在是促销期间，1块钱就可以买到了。种一片在院子里也是非常的好看。这个叫蓝耳朵，又叫蝴蝶草，蜘蛛比较矮小，花朵有紫色、粉色、黄色等等。开的花不仅颜色鲜艳，而且开花非常的多，一大片非常的好看。有3种颜色的小菊花卖，有粉色的、紫色的、橙色的，原价是2.48元，现在打折下来只要1.25元就可以买到了。颜色非常的鲜艳好看。还有这些漂亮的海棠花也是卖1块钱一盆。这是万寿菊，有橙色和黄色2种，花朵非常的娇嫩，价格也是优惠，1块钱就可以买到了。还有不同颜色的彩叶草，它的叶片颜色美丽，形状漂亮，原价呢是2.48元，打折后是2块钱一盆。种上一片彩叶草也是非常的好看。还有一些漂亮的太阳花，还有不同颜色的繁星花，现在卖的这些植物很多都是当季栽种的多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是非常好的买花的季节，因为天气渐渐开始变凉了，它们已经打折，价格也比较便宜。现在我们来说说打折比较厉害的花园土。这是 Natural Care 的发源土，我平时也很喜欢用，它是有机的。它的原价是7.47元一包，打折后现在是1.86元一包，价格非常的优惠。种菜最好选择这个 Waste Bed Soil， 因为它里面的土壤成分比 Garden Soil 要多一些。原先的价格是7.多元一包，现在打折后只要1.99元一包，相当的便宜。还有一个花园土特别喜欢用的就是这个，原价是4.27元，打折后是2.5元就可以买到了。这些花好看吗？它是大红的颜色，我很喜欢，因为种在家里的话它就会点缀我们家里，有一种很喜庆的感觉。这个泥呢也是我在 Home Depot 的时候淘的，现在它打折特别的便宜，特别的优惠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把这些泥呢放到花盆里去，现在我们就开始把它种起来。放到花盆里去，但这个泥也是蛮好的，黑黑的。那么我们放泥的时候放多少呢？我们大概放半盆，先放半盆先，然后再把它种下去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把这个花呢拿出来，你看到下面它的根须还是蛮好的，很多很壮。然后我们把这里呢轻轻的捏一下，捏松它根须呢，松一些，把它种下去。然后把泥这样子放在一起，然后呢我们这个很紧，我们就可以压一下它的瓶子，压松一点点，就把它，对，把它这样子呢就比较容易拿出来。你看它的根须非常的好，看到吗？就很健康。
我们再轻轻的挤一下这里，挤松一点点 OK，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种下去，就这样挖起来。这是第三盆，好了，在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定一下，看一下它的位置好看吗？你看整盆这样拍着好看吗？在没有用泥土固定之前呢，我们也可以适量的调整一下位置，尽量把花调整到最好看的一面。好，现在我们呢再加泥，现在把泥呢把它盖上去。把这些边都把它做好，把它填满。然后把它轻轻的压紧一下，那个泥土压紧一下，让它压紧一点，让它立起来，让它稳一点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种好了。你看这些红色的白日菊，把它们组合起来种在一盆，颜色红红火火的，放在院子里多好看，给家里增添了一份温馨美丽的色彩。其实不用很多钱，我们也可以自己搭配种出一盆自己喜欢的花。如果大家看到一些漂亮的花正在打折搞促销，也可以买回家自己简单的搭配种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分享请留言告诉我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